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网站美工懒人包的特惠哈。那上面有写说，为什么我们会免费赠送937块美金的布景主题？原因是因为我已经买了哈，我们公司已经买了。那我们是买最贵的方案，就是937，所以这个你们就可以不用再买了。就是学员哦，lifetime 就是终身使用权，这个终身使用权的无限人版、无限网站版本，我们已经买下来了。所以，我们就给我们的学员啊，我们的客户啊，我们因为他的授权是可以安装在多个网站，安装在自己的，但不能随便散布这个序号哦。我们只安装我们学员的网站，还有我们客户的网站哦。所以，如果你是加入这个课程的话，这个937块，这个我们已经买了，所以你们就不用再买了啊。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哈。那937块大概台币3万块啦。那3万块的话，你省下这个钱，你不用再到官方去买 Extra 的布景主题。那它里面提供了249个，目前哈有249个样板。我们在影片里面这边有介绍，你可以再点进去这个影片里面看。哦，里面有240多个样板。然后我们这个教学主要就是教你 WordPress 网站怎么样架设。那重点呢，并不是教你很详细的内部的基本功能，这个课程主要是教你怎么样把美工做好哦，就是它的布景主题，就是我们送给你的这个 Extra 的 Pro 版哦，付费专业版，我们教你怎么样使用这个付费专业版，哦，把网站架得漂亮，那解决你在网站美工制作的一些痛点哦，譬如说，你网站一个新的网站，可能从空白网站开始 build up 建立一个网站起来。很痛苦啊，不晓得要怎么样排版啊、配置啊、配色啊，吼，还有那元件啊，还有字体啊、颜色怎么样去搭配，都很脑筋一片空白嘛。哦，所以我们直接给你这些漂亮的样板。可是有了样板之后，你还知道怎么去改啊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样板给你了，你不知道怎么去修改，那你自己的内容你也不晓得怎么套用进去，吼，所以我们教你这么多东西。那你可以把这个看完，把这个网站看完。那底下还有一个影片哦，就是在讲说为什么我们要挑选这个 Extra Pro 这个主题哈，因为它里面就内建了240多个范本，不用去说像以前我去买很多样板都是买一个，然后花几十块美金啊，然后觉得不喜欢又再买一个，又花几十块美金，又再买一个，我花前前后后花了6、7个。不同的主题哈，那你每要换一个主题，你就要痛苦的，并不是花那几十块美金呢，痛苦的是要花，可能要花几个礼拜的时间去学一个范本哦，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，你要把它摸得很熟的话，那个范本，所以你要换一个范本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可是 Extra 不一样，Extra 它这个主题就是里面有240几个范本，全部都是用 Extra 的这个逻辑去做出来的不同的范本，哦，所以不用学很多，你只要学一个 Extra 的话，你就可以千变万化，哦，那它已经内建240多个范本，你可以先把范本下载回来，那你已经很熟悉怎么去修改的话，就可以把它改出你要的样子来。然后底下这边有个免费预览的课程哦，你可以点进去看。那目前我们已经因为刚好在我录制快完的时候呢，它又一个大改版，所以我又重新录制哦。所以本来我要在2月1号全部上架完毕，变成我要再拖延一个月哦。所以我们这个优惠价又会再拖一个月，就是不会那么快涨，调回原价就对了。所以现在有特惠方案，你就赶快下手哈，因为都已经送你这个3万块的原厂的这个布景主题了，那我们的课程又教你怎么去使用它哦，所以这个优惠方案赶快把握吧。然后你进来之后呢，这边有个课程内容啊，有眼睛的部分呢，你是可以点开的，好像我们教你从零开始的基础的那个初学者啊，你不会架网站的，我们先教你怎么样把网站架起来哈，去注册你的域名啊，还有你可的那个 DNS 设定，还有那个虚拟主机，然后安装网页，然后底下这个安装这个你，请你把它点开哈，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选用 Extra 的布景主题。这边有一个眼睛的，都是可以免费看的哈。
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建议你把它看完，就这个也是一个眼镜可以免费看的，就是 Pro 版的自定版面配置哈，你把它点进去，点这个文字哦，不要点眼睛哦，点这个文字进去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影片。那这个影片有22分钟42秒，这个影片可以告诉你说，里面其中一个功能是自定版面配置的功能非常强大，哦，非常强大，这是它的功能。那里面我们已经上架了30几个课程了哈，还没上架完哦，只上架一半而已哦。那请你把它都看一下，这个免费的课程，请你把它看一下。好，那你觉得不错的话呢，就直接按这个加入购物车去把它购买。那购买之后呢，也很简单，你就从这边登录，然后你购买完，它会自动开电子发票到你的 email 哈，所以 email 不要填错，它会那个寄电子发票到你的电子邮件。好，然后你下次要看课程的时候，你就一样到 infobox 这个网站来，然后右上角登录之后就会到这边，你就可以看已参加课程。好，你购买的课程都会出现在这个已参加课程这边。好，因为我是管理员，所以我没有，我的管理员我是在这里，我的课程，我是讲师，我的课程。你假设你买三个课程，你就会出现在已参加课程里面就有三个，像这样子。如果你买了一个网站美工懒人包，那就只会出现一个，那你就直接把这点进去就好了，好，就可以直接到这个页面去看课，这边就可以按继续上课，然后就可以到这个画面来。哦，开始观看你的课程。那我再讲一下我们的网站结构哈，就是，我们提供两个产品跟三个课程。哦，这个两个产品的意思是说，多讲师线上开课系统，这是我们帮你架好的网站。哦，这边有开课平台的说明，我们帮你架好这个开课平台的网站，然后卖断给你。哦，这个软体是属于你的，我们后续收的是维护的费用而已哈。维护的费用，还有主机代管的费用哦。那如果你不让我们代管，也不让我们维护，当然也可以，因为网站是卖断的，就是这个软体是授权给你的，你也可以拿回去放在你们自己的主机，这也是 OK 的。那另外一个是 Infobox CRM，就是 CRM 客户管理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报的平台。哦，你可以不用去租用 ActiveCampaign 啊，或者是 MailChimp 啊，或者是 ConvertKit 啊。哦，它是可以取代那些，然后直接架设在你自己的网站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服务。那课程的意思就是说，哦，这三个课程，网络行销懒人包是2015年开设的课程，现在已经没有销售了哈。但是我们还是提供给旧生去观看。然后这个网站美工懒人包就是最新的课程。然后去年的大课程就是 Infobox CRM 这一套。哦，那有什么不一样？这边的产品介绍是我们帮你架设的，啊，是我们提供的服务，帮你架设好的。那线上课程呢，我们没有帮你架设，是由你自己去架设，我们提供课程，哦，所以课程一定比较便宜，哦，课程一定是比较便宜，因为花的是你自己的时间，你要自己去学会，然后自己去安装，自己去架设，哦，所以很便宜。那今年，哦，我们主推就是网站美工懒人包，哦，就是解决你网站美工的问题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网站提供的服务，哦，主要就是分成两个产品，就是代架网站，然后线上课程就这三个课程，哦，让你们可以自己去学习怎么样架设网站。哦，所以在现在有特惠方案的时候呢，就赶紧把握。我是刘奶爸，期待您的加入，拜拜。